五天乘三，15个时段。也是冲得很快的哦。好的，这个地方直接去，废墟就到。果然没错，我想这个走进来，因为我刚好前面佣兵，后面古董商，那没机子就只能这样跑。还真的给他顶到了呢哦。想过去嘿，我就硬要拖你。补不起来啊，糟糕，完了，机子都在对面。哇哇，这更惨。机子都在这里呀，完蛋了。没料到他金身，说真的。哎呦，这也太刚好经过我了。挂古董商，刷血条。因为刚才他叫我，直接修机，是因为真的没有人去修机，即使真的至少一个人要运转修机。就不信这样回答你走得到。哇塞，但是他有金身呢。切了切啊，What the fuck? 你想啥？哪里？三小啊！这磁电池到底有几个空气墙啊？我操！到底
都给他撸得很前面了，他是要弹几次空气墙，我真的是服了他。看地窖在左边那边，有听到风声。又溢出十二分。